要是在品德、学习、才艺上比不上别人时，就应该感到惭愧，并时刻勉励自己赶超别人。如果在吃饭、穿衣上比不上别人，那就不必感到惭愧忧伤了。古时候有个叫孟少阳的人，从小家境贫寒，父母凑够了钱才供他读书。孟少阳也非常懂事，从不和别人比吃比穿，一直勤奋学习，努力读书，最终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在朝廷做了官，也让父母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